你头大，这抱的时候不嫌大，这咋做出来这么大？哎呀，做的时候里头有气了吧？基本上比小萝卜那么叼着三个小萝卜，叼着三个小萝卜的，哎呀，今天都叫谁给抱的？这是我刚听你刘姐给抱的呀。啊？洗手了吗？水做饭不洗手，黄黄的。刘姐，你留那个偏方湿了吗？洗手还要偏方呢？我一人给他说了，我接受不了，我妈我不干。那洗不洗刘姐知道，咋没不知道？管他吃吧。我怎么洗？你们一定要小心我。我这个偏方是个啥偏方？偏方那不是治别的，就算泄露也是治别的嘛。小吃饭，吃完饭咱再说。也吃完饭了，也不饭完了，人家是让刘姐拿一根尿的尿洗手。单位原来这吃饭没热死，哎呀！一会儿回去也低了。你说那个尿素染膏跟那个尿是不是也有关系？尿素染膏就是从尿里头提炼出来的，关它有关系没关系？反正你没洗就行了。赶紧吃，吃完咱们走，下午还有夜市。哎呀，六姐，不到这。车好还咋的？反正我坐这车一点儿没用。你可算个对，这走房六七的那摇车的，肯定不用。我觉得也是时间好做事。看看这车好的，干净的。开门先。你们猜我今天到哪了？就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我兄弟家从小生长的地方。我意料不到哪去了，队长，你干啥去？队长，我就休息我妈，你妈妈。看看队长的小车车骑的，多潇洒！刚才给你们拍的，其实那又是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长，那是我兄弟家亲亮亮的杠杠，他还是做大力士的。啊，你们如果是什么想做公益的，加入到蓝天救援队，做点好事儿。这会儿见咱们这个鱼胶就都放在街上，你说这鱼胶放这儿没人偷啊？这会儿见真心相村了，每条街道上头都有监控，这会儿不怕你？俺也忘乎他的，你叫姐姐，这是我姐姐。哦，那我叫大奶奶的。哦，就是一个村儿，俺不得一个村儿。俺今年多大岁数？俺就是一了。就是野了的，那我说给我点不知道多大。那今天我们在村里头，我跟你说，那山丹不是长出来了，大点就长着，我们就搁上头，人家蹭一泼土，而不那个大就得给你扇走。我那孩子们没个耍出，我小时候偷过葡萄，哎，偷过那向日葵饼子，眼睛一天看黑。那我们吧，我们开始偷颗小西瓜给蛋呢。上树套个圈儿的，卡好个那男孩屁股后头，走啊，咱们马院咱们套圈儿去。怎么回事了？你们说孩子在到的呢？啊，你从监控上看见了？哎呀，回来了。怎么看见？晓得。你买没？俺去哪去了？串门去了，今天。全部给装好了，玉米汁。不是就吃个外的，给你吼什么多吃的？为什么回来一根普罗斯装呢？结果呢，全给装好了。啊！哎呀，一二三。我操你！辣汁儿一扯，二老二万少啥呀？这也是一种菜。转了从里头热门是好像不稀罕点生活菜，那我从里头没点生活菜坑的。还差个一堆就卖了。45的玉米粥。
这还有个菜里面，还有小狗。哎，我看咱们屋里烫的多呀，就是就近点就行。老板，一二。妈不出事。你说累我都出气了。你看我衣裳好帅气，你看板儿。是我，我事儿母亲外头没有俩儿子，小二他妈。啊，这还热成那。哈哈哎呀，我不行，这个小里头可得有点黏糊，你可着说啥呢？我讲话你不知道这里头有啥？其实这里头长的都是植物，都教育了我们。哎呀，你俩今天要让你看看这里头是啥东西？哎呀，确实是我看看那个些事。完了不可能，那可得是要么就不飞了，要么就是没毛了。了你包谁下去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回不要，那会儿走过去，那会儿回啊，回去做饭去吧。哦，谢谢师傅，我走呀，那儿那儿能回吧？哎呀！你先慢。